复制纸箱之后，看他的道具能力，很多问号啊。道具箱开启的时候可以获得复制契约，这不知道什么鬼。较高几率防御闪电攻击哦。道具赛中释放超级氮气时，较高概率获得复制契约。道具赛中氮气装着超级氮气，复制契约还是没有讲到这是干嘛的啊？看下这台车的感觉如何？哦，这个车身声音。假掉一台是哟，哎，滑车，靠他失误，连带带到我，这台真的是道具车吗？感觉蛮快的、欸。其实它不慢呢、欸，这是道具车吗？好像有点快快呢、欸，那个后面是游侠哎、欸，我们可以海放游侠吗？好像游侠没招喽。谁跟我说道具车不能跑的？可以啊，好神啊！这个道具车好像有点快、欸。可以哦，在这跑这一关怎么那么好跑啊？看我没加，哦，我太用力。不能称赞他，称赞他等下翅膀都硬了。没问题，还好那天没有白练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道具的那个复制能力是干嘛的。哦，这台车起跑是不是蛮快的啊？我起跑好像都会在前面一点点，有点意外，不过好像有点软趴趴的，一直被撞歪。哎，脱漂不慢哎、欸。我好想刹车甩啊！哇！那个家伙进来搅局，
哇，声音科。滑车跑这一关还不错哎，我喜欢这种手感。不错哎，这手感真的不错。啊，好像太用力。那个车想干嘛、啊？那个账号，那个有人挂在那里是怎样？来打一下南哥，那个不是我打的吗？他是被光速打的吧？不干我的事。不要打我！没道具吃啊！哦，这个磁铁要扣好。干！哦。还好这个三十多岁大叔的反应是可以的，先吸一波，墙壁反弹吧。怎么办？现在干嘛？随便吸一个。我的妈呀！我飞去哪里？刚刚那是傻笑了，直接飞超高的，我操！我好像飞到一个外太空一样。在，比赛还没结束，还有一个氮气，扣好。A 都，哇！下一次道具开了，感觉来不及了。哟，又拿到个氮气，完蛋了 ！God。好贱哦，哪有人在那边打人的啦？走开！有什么放什么？第一吗？主播果然是运气型选手啊！有什么放什么，就来一个磁铁啊！